Hello，大家好！换脸工作流更新到了 v2 版本。首先增加了面部聚焦功能，现在无论是近景还远景拍摄的人物以及合照里面的人物，都可以先检测面部范围并裁剪后再进行换脸，这样可以使换脸效果不受人物面部的数量以及大小影响。同时也优化了换脸流程，并采用了 Lightning 模型，在保证换脸效果的前提下加速跑图过程。另外增加了一个可随机生成人物特写的模块，方便测试以及抽卡。 以及可以随意控制眼睛方向等小功能。先来回顾下工作流的特性。工作流集成了 Reactor、Instant ID、Face ID 三种换脸节点，三者可以单独或组合使用，方便根据实际的换脸效果进行调整。一般情况下，仅用 Instant ID 以及 Reactor 已经能获取比较好的换脸效果。在获取相对较好的结果后，再使用 Face ID 进一步增加面部细节和特征，最后进行高清放大。 最终可以获得自然、高清且具有丰富细节的图片。如果面部出现遮挡物，可以通过绘制蒙版的方式去设置面部范围以及保留细节。保留区域蒙版可以还原遮挡物体，自定义面部蒙版则可以设定面部重绘的范围。首先保存下面部图，然后上传到图片节点。这里不使用不绘制的方式，是因为避免刷新导致蒙版失效。在图片上点击鼠标右键，打开 Mask Editor。现在需要保留人物的头带。 用鼠标在头戴的地方绘制蒙版，这里画的越精细，生成效果越好。最终在生成图片后，蒙版覆盖的区域会粘贴回去。另外，头戴周围并不具有人物的生物特征，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自定义蒙版把面部范围缩减一下，这样也可避免遮挡物体被重绘。绘制好之后，刷新下蒙版预览图，检查是否正确选出面部范围。通过这两种方法，都可以在保留遮挡物的同时，对面部进行很好的重绘。 日常使用时，可以根据实际效果单独或组合使用。关于 V1 版本的更多功能介绍，大家可以回看之前的视频了解。接下来说说 V2 版本最大的改变是增加了面部聚焦功能。先来看一下这张例图，图二把重绘开到最大，可以获取相似度更好的图像，但是容易造成面部位置和角度发生偏移。把重绘值调低，可以修正面部位置，但是同时人物面部也变得没那么像了。 打开左侧的面部聚焦功能群组开关，跳转到该功能群组运行后，可以看到有很多预览图，反映了面部聚焦的基本逻辑。首先是通过检测节点找出人物面部，当画面存在多个人物时，则显示多张面部，然后按顺序选择人物。通过下一个节点可以预览选中的面部。上面的节点设置截取的面部图片的采样分辨率，分辨率越高，细节越丰富。下面节点是设置面部与边框的距离。 尽量展示完整的头部，可以获取更好的换脸效果。工作流会采用截取好的图片去进行换脸，右边则是参考图与换脸后的图片对比。当仅进行局部换脸时，即使把重绘值拉满，也不会发生面部偏移的现象。一般半身以及全身拍摄都可以打开面部聚焦功能，如果是大头照以及面部特写镜头则不需要。下面演示下远距离拍摄人物图片的换脸效果。 同样，工作流会自动截取头部范围区域的图像，并缩放到指定大小后再进行换脸处理后的图片接着会粘贴回原图，最终完成对人物的换脸。如果画面人物过小，可是适当减少扩大范围值，去增加面部在画面的占比，这样可以提高面部清晰度以及增加细节。v 2版本也提供生成面部的功能，切换到生成参考图模式，对应的群组会被开启。 运行可随机生成不同的人物特写图片。这里提供了人种、脸型、和发型的随机组合提示词去生成人物，当然也可以使用自定义的提示词去生成。该功能可以方便测试换脸效果，以及为原图人物生成新的面部。之前也提到过，当脸型差异较大时，可以先使用 PS 软件先调整出接近的脸型，保存后重新导入 ComfyUI 再进行换脸。 现在脸部拉长后，就更加接近原始的参考人物了。提示词也设置了简单的表情选择功能，可以加强人物表情变化。现在选择咧嘴笑的表情，刷新提示词预览后，可以看到表情提示词发生了变化。重新生成后，人物表情的笑容也增加了，不过变化并不会太大，所以只作为微调使用。 除了使用提示词去影响生成人物的表情变化，还能使用控制器控制眼睛的方向。滑块的位置代表眼珠的位置，生成后的人物眼珠位置会跟随滑块发生变化。如需对整个人物进行重新绘制，则切换一下模式，把强度值拉满。整体重绘时需要关闭面部聚焦功能。如果想要更大的自由度，可以把相关控制群组关闭。来到提示词输入节点底下，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风格。 现在选一款动漫风格的生成的人物图就变得动漫化了。后续配合大模型、和 e l 模型能生成更具风格的人物图片。减少重绘程度，则会融合参考图的写实风格。不仅是对真实的人物形象进行换脸，也可以对不同风格的人物图进行换脸。半身以上需打开面部聚焦功能。检查截取的面部图片，如果太小，可以适当的调整放大。 一般来说，不管什么风格图片，只要不过于二次元以及扁平化的风格，都能生成不错的效果。OK，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到这了。工作流文件下载链接依旧会放到简介里。如果觉得视频和工作流对你有帮助，请多多支持，谢谢。